秋风清，秋月明，落叶聚还散。哎，何如当初莫相识。原来凤兄，原来凤兄说这种心事。哎，见笑见笑。哎，对方本是本地大户之女，我区区一介书生，无官无银，如何匹配得上？小生也无可自拔。哎，谈到林子家中要糖果吃的孩子们，你们有没有见到林子？林子他好不好？白马寺中相遇，匆匆已过三年。思君朝朝暮暮，恨不得化成蝶儿，与君相伴共舞花。夜夜窗前思良人，十五花好月圆人不圆。如待同心结未成，独自枕前泪共三共接前语。隔故窗而地道明。不是别人，正是洛阳城中赫赫有名的金员外。哦，所以哦，这是他女儿是不是？不如我来助林兄一臂之力。夜里前进金府，时间不多，趁现在潜入金府吧。金宫，米郎，爹要我寻贝给天剑门的西门公子，可是我的心永远就很属于你。不是吧，子女竟然如此信念？你是何人？路人目击。在下乃受好友李微之所托，请姑娘见你公子一面。这就有新伪证，姑娘请看。啊，糟糕，被发现了！他妈的，你凭什么跟老子讨价还价？你是老子生的，老子养大，本来就是老子所有物。太过分了，我无法接受。在下亦无法接受。听到小姐跟我好朋友的幸福哦，这一代任剑男很喜欢插花。敢惹我豪虎大爷！哦，黑风寨人，今天便让你知道死字怎么写，死字怎么写。太岁头上也敢动土，我腻歪了吧？哇，你才狐狸呢！那应该换招的。好，换招。太强了 ，miss。哎，早知道就听爹的话，好好练习武功了。哇，那剑还真的蛮强的。哦，明闪。剑气纵横。剑气纵横。
管怎么说，总算是功成圆满了。你呢？你呢？我倒是木想的人呢、啊。大侠跟李兄可说是相见恨晚，昨日小侠李兄攀谈之时，碰巧听见凤兄与李兄的计划，正巧，应该大将护卫在那边正有路。怎么离开这吧？去一个没认识我们的地方？难道不怕我爹来寻你吗？那这交换信物，我其实也等了，这次陪你到天涯海角。不敢，李兄，快快请起。这下打算带着灵芝回杭州，家传物事，希望能赠予两位。武功秘籍，易阳子。先祖们原本都是大理皇室的护卫哦，原来李维就是大理皇室的人，可是名字怎么差那么多？大理皇室衰落，解除了护卫的职务后，逐渐弃武从文。对于执法一窍不通，这秘籍还是给凤兄就好了。多谢你们，就此别过。但我自己的感情就是云风雾锁，这样睡着了。呜，好，之前齐力的爸爸需要阴阳子才能救他，所以我们现在需要阴阳子的。别担心，齐师傅之前曾经说过，叫阴阳子可以治愈你的内伤。宝贝今天来就是要报告这个好消息的。难道我已经习得阴阳子的功夫了？不论如何，就让我们被试试看吧。想不到一阳子疗伤都是耗费内力，不会疼的，真的不会疼的。这还是十多年来第一次，好久这么清爽的感觉，痛快，痛快啊！这样睡着。小妹弟老夫疗伤耗了太多真元，内化了吧？诶，我睡着了。真是个呆头鹅。看着依偎在自己身边身旁的阿里，你的心中不禁升起一股爱怜之意，幸福的挽着你的手。此时此刻，天地间仿佛只剩下你们两个人。我也是，阿丽。